29号的中午下午一点。嗯，但是要上班上学的人，他们只能够今天打。我还在想换桌要怎么打声音。是。尽人尽故哦，没有，我连那个技能突破都没有。他好像有点卡手，他一开始叫了神官，然后他发了燕巢。然后叫了通灵师。ハーピーチャネラーの効果発動。然后丢了竖琴家。お願い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然后叫了调香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然后拿了万华镜，我猜啦。对，哦，没有，他拿休憩，他拿休憩。他好像要一个小时更新一次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好高哦，好高哦！行くわよ！モンスターをシンクロ召喚。他可以，我不行，真的。他可以，我不行。对面的声音已经说出三分钟了，为什么可以说出三分钟啊？烦死！都不给人打牌的，烦死了。那个狡猾被我弄掉了。对面，他后面还有一张后台爱发不发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嗯，爱发不发的很奇怪。可是不对啊，这个要看十点狗链。不行，这样子他大解我解不掉。これで私はターンエンド。私のターン。ドロー。我在想，我这边还有狡猾啊！他发狩猎场了，我要吐了。
现在已经是他的回合了，我要开狡猾了，因为他的那个狩猎场开了。我要开狡猾了，我要开狡猾了，没有选择。不要有燕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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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有燕草。欸，他没有把他自己弹回去，欸，是不能吗？还是？他被炸掉了，我打个一千多，帮他抓抓羊。我现在有一只法兰索瓦被狗链链着，然后一只索纳塔，刚刚打了他一千多，然后我现在已经，我这里现在没有坑了，好尴尬哦。他有狩猎场。你很勇哦，他干嘛不顺便用狩猎场帮我把狗链弄一弄啊？狗链烦死人。没有，没办法，绝望哎！おいで、モンスターをシンクロ召喚。このカードでさらに強化。他发万华镜了，他要弹了，我觉得他会弹法兰索瓦。要看他具体有几张那个魔线，不然如果他魔法卡很多的话，这样他可以把我所有的怪弹回来，然后一回杀。さあ来て、ハッピーレディ。バトル。力を見せたい。我神抽了小黄书，小黄书的话，你觉得应该要叫谁啊？他现在有一只 SC 跟一只神女郎一在场上，没有。可能我觉得可能只能够叫那个二姐，因为这个条件没有办法容敌我啊。融合条件的问题。嗯。没有，他现在攻击2900，因为他旁边有那个神女郎一。而且我觉得最麻烦的是，我现在的那个墓地里面有死魂融合跟那个狡猾，
但是我觉得应该要优先除他的墓地，然后他墓地里面的资源妈超级妖兽多。他有狩猎场、修葺、万华镜、调香、竖琴、通灵，通灵两只，还有 SC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狩猎场，狩猎场休憩，那就休憩跟万华镜，还有狩猎场。调香通灵，调香通灵呢？好。コンサートの始まりよ。マイスタリーシュービルトの攻撃。我看一下。他调香一只在里面，通灵两只在里面。嗯，但是他验草没有办法用那个声音拉，他只能用抽的，所以无所谓。欸、他说他投了，他投了。你刚刚那个有用？对面。